在这个社区是讲求绿色环境，都是不用的东西让它再使用。那如果说以后在防火巷口种蕨类，布置成一个大家的花园，那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。亚溪苗岭农工街总植物，希望透过亚伯的自工体验，学习到减少浪费老资源、废塑再利用的方法。当礼拜日暗晡头7:30，连线线，罗伊。